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翻嚟第二節嘅啤李漫步。今日開始一直去到10月23號啊，話總共20日啊，夜晚7點鐘啊，話搞到要好仔細啊。咁啊，開始就接受呢個交表咯。據我喂，我真係估唔到喎、啊。今日我睇新聞嘅時候咧，都人頭湧湧喎。嗯。咁點解一定要第一日交表咧？其實你聽日都交得㗎。係咯，我真係唔明白。OK。咁啊都幾受歡迎喎、啊。似乎呢、這個樓王啊，啟盈苑即係呢個啟德啊。我就唔知啦。我其實咧，我應該就唔合資格申請噶啦，因為我雖然冇攞過政府嗰啲乜嘢，即係你話如果唔係咧，你七折都係貴嘅喎，係嘛？屌、我真係咁，但係咧都好多市民啦，希望會因為個環境差，咁有市民話咧，如果抽中居屋咧，一個而家住緊劏房嘅太太啊，佢話打兩份工去供樓喎。咁另外有一個咧，就新嚟香港嘅姓列，叫列小姐啊。佢話咧，佢首選啊，梗係呢個啟盈苑啦，因為方便仔女翻學。佢今年咧就同五歲個仔嚟香港，啊，另外有個18歲嘅女，一家四口咧就住喺奶奶名下公屋。咁喂，即刻聽今年五月嚟啊，原來去香港，佢老公係香港永久居民。好嘅，咁其實如果老公是香港永久居民，是互相結了婚，這個公不公道呢？都即有個香港居民啦，叫做係啦。其實你問我，呢個好難嘅。咁人哋譬如入咗又生仔又得唔得咧？咁樣咁啊，佢話而家老公有40,000元，但係獨立養家，所以難以負擔買私樓。我喺度諗緊啦。四個人40,000元買居屋。即係我嗱，佢申請得，我真係當佢係夠資格啦、但係如果買居屋，好似話呢一度咁，介乎我唔知佢買幾大啦。我諗佢如果要揀嘅，佢186至510尺，最貴咧要賣到467萬，400多萬，你即係借400萬到啦，當到俾一成啦，係嘛？你今年你先生？我想他40多、50歲啦，一個女一個18歲嘅女，起碼都啊，咁供20年，一年咧要供20多萬，未計息喎，冇計息喎。嗯，辛苦啊！哇，都好撚金嘅喎，其實。可能佢條女退幫補下。啊，不過如果你話咧，個女只係佢18歲，可能過一兩年出嚟做嘢，係嘛？咁啊，個媽咪或者個仔大啲啦，佢話我5歲仔。過幾年可以即係個仔8、9歲咁，佢可能出去做嘢。哇！好穩啊，真係。係，如果唔係，其實都好金噶，好金噶。所以我成日覺得香港啲樓，你就算而家你話7折，我都覺得好撚貴啊。即係如果你講一般家庭大眾啊，根本好金噶。OK， 好啦。另外咧，我話明要快，梗係快啦，講得。阿 Lunch 哥有一單嘢，嗱，佢上訴嘅。嗱，佢呢一單案咧，之前係判15個月嘅感化。咁但係亦都感化完㗎啦，咁但係繼續上訴，咁有權咁做嘅，就係咩咧？限聚令，因為話佢喺2020年8月8號8:02至8:10喺將軍澳唐明街同埋唐俊街參與受禁嘅群組聚集，就被判15個月嘅感化令，嗱過曬㗎啦，佢感化完㗎啦。好啦，爭議乜嘢咧？喂，我覺得個argument係好合理嘅。警員拍攝嘅片段，警員拍攝嘅片段啊嘛，同警員指出嘅案發時間不吻合，認為裁判官未有恰當處理。你問我，好多時咧都會有啲情形嘅。喺過去咧，就算你明係犯咗呢一個限聚令，喺我哋如果係普通法的地方，根本現在你去提告說你幾時幾月幾日幾點犯限聚令，跟你交情上的片段時間不合 no case 的了。現在過去我們經驗是嗎？直情就算明知其實可能他只是手文字不寫錯時間都好 no case 的了。過去就不用說話，第二句都不用說了。
啊，原來告入咗，而且當其時個片段影到阿 Lunch 哥同另外兩個人、另外三個人先刑站立，咩叫先刑站立咧？大家去參考一下啊，唔知九七定九八年杜琪峰嗰度槍火，佢哋嗰幾條友啊，正啊，係啊，手臂不相連，位置分散，傾唔到偈嘅。我真係唔係黐住啊！嗱，嗰陣時阿正你成日出去咧，即係睇啊。其實嗰陣時好多呢啲拉限聚令都係咁樣噶。係啊，限聚令嗰條，一箍埋一齊咯。係。咁點啊？共同目的或係啦，嚇共同目的都有得。好啦，而且當其時四個人都戴咗口罩，辯方就話上訴方就話：喂，你根本都唔知邊個講緊嘢嘅喎。然後你就話有邊個講緊嘢？有冇講緊嘢？同埋講嘢係咪代表交流咧？啊，撇開咗。咁但係嗱，所以佢哋用呢、這、一個argument嚟上訴。但係上訴庭嘅暫委法官就話：喂，冇得成立咯。佢話：因為點解咧？呈堂嘅片段就唔合包含埋警員一開始見到上訴人嘅時段，即係話一開始見到，跟住先拎部機出嚟影。嗱，呢個係客觀係可以嘅。嗯。喂，但係而家你講緊法律啊嘛。嗯。係嘛？佢話另外四個人雖然互道站立，亦都唔係傳言，唔可能互相討論嘅喎。嗯，好啦，所以咧上訴法院係冇基礎推翻裁判官嘅決定嘅，即係我冇咩特別嘢要講嘅，即係我覺得我屌要咁樣嘅，喂你又服又服刑咗啦，喂你俾我一定其實真係好多疑點啊！你話佢哋講嘢究竟有冇講嘢？邊個講緊嘢都睇唔到，又指唔出，就係你聽到人講嘢。嗯。而場面有很多人的、嗯、是吧以前一定是疑點歸於歸被告的嘛是不是你有什麼案來的呢些、啊、不是第一件事如果你這樣呈上去我的經驗 location 立刻時間都不對、嗯、好了另外呢、啊、這個之前我們講過的陳柏睿的21歲即是說那個去看排球紅館人家博國哥佢咧又擰轉就撳住隻耳，跟住佢嘅阿喬文就話：佢啊，因為見到啲人著迪士尼嘅衫，好唔開心。即係嗰位，而家決定呢個侮辱國歌罪，佢唔上訴啦，即時服刑啦，八個禮拜。喂，我諗呢一個係一個你問我咧，我覺得呢個合理嘅決定嚟嘅。嗱，佢呢度就話上訴方表示。詳細考慮各種因素之後咧，決定放棄上訴啦。咁當然啦，你俾我，屌真係散曬氣。你問我，根本都有乜理由要拘捕佢啊？係嘛？你話喺度屌你咩？唱屌老母咁，梗係唔撚得，梗係唔撚得啦。喂，撳住隻耳啫喎，擰住面啫喎。啊，好啦，嗱呢一單嘢咧。好簡單嘅法庭新聞，我都睇咗兩次，即係話而家啲人啲記者咧嗰啲表達能力幾低。但係呢一單嘢咧，咁啊其實真係都幾我諗用簡單啲嘅講法咧，用我嘅簡單講法啦，幾突顯到嗰啲過分長期還押候審嘅荒謬喎。嗯。還押候判，好多時候會有咁嘅情形出現嘅。是相對冇咁荒謬嘅，因為你啲罪成啦，係、嘛？個法官我諗佢都唔會用嗰個太長期，唔通屌你睇報告等兩年咩？啊！咁而且佢個刑期可以就到嘅，咁、但係還押候審咧，點解話會突顯到佢唔即係好好荒謬咧？呢件事即係好似而家咁樣，我都喺度諗噶。阿快必佢哋嗰啲，哇！屌你坐幾年喎、啊，大佬，咁點判咧？啊！判嘅時候點樣咧？嗱，我睇呢單嘢。廖子文、鄭子豪係乜嘢事啊？十二港人案，咁大家應該記得十二港人案嗰啲又諗住著草啊嗰扎 ，OK？ 好啦，咁啊分別承認咗佢兩個承認啊認罪噶，妨礙司法公正同埋喺灣仔單位藏有汽油彈嘅半製成品兩條罪。喂，嗱，當其時受審咧，區域法院嘅法官尤德康咧就下令兩案。嘅部分刑期同期執行，即係部分刑期啊，唔係全部刑期，大家聽清楚。總刑期係31個月，咁但係而家 kick 啦 ，kick 咯喎。於是乎咧，
就要將個刑期減到廿一個月，甚至乎再進一步減到十六個月。喂，揭乜嘢啊？點解咩事啊？我睇下單案先。嗱，兩單案 ，OK， 兩個人咧都涉及呢個汽油彈案同埋十二港人案。十二港人案咧就喺2002年嘅7月15日判刑，兩個人被判囚十個月。好啦，到汽油彈案咧，佢哋咧2022年。2022年7月15日就係判呢、這個十二房人案。好啦，到咧第二日咧，佢哋就判呢、這、一個汽油彈案喎。咁啊，下令第二日嚟嘅啫喎，兩案部分刑期同期執行，總刑期係31個月。好啦，懲教署咧就寄信俾法庭啦，話扣除咗還押嘅日數咧。十二港人判案嘅當日咧 ，OK， 上訴人已被視為服完十個月嘅刑期啦，因此無法遵從刑罰同期執行嘅命令，即係話佢哋還押咗一段長時間。OK， 還押咗，好啦，於是乎喺2022年嘅7月15日咧就判刑，話判刑你哋錯十個月。哦、啊，好啦，咁但係因為佢之前已經還押咗一段長時間啦嘛，佢哋係錯完咗啦嘛。好啦，而第二日咧，法官就判呢個汽油彈案，喂，部分刑期咧就係、是、要同呢一個十二港受制就係同呢個十二港人案咧係同期執行嘅，總刑期就係31個月，但係總刑期就31個月喎。喂，好啦，咁於是乎懲教署就話：喂，法官大人，我哋執行唔到即係部分刑期同期執行喎，因為佢哋已經嗰、那個十二港人案嗰十個月係坐撚完曬噶咯喎。嗯啊！咁點解錯曬？因為我哋還押咗好耐啊嘛。哦，好啦，咁於是乎，尤德康咧仲用後記嘅形式嘅判刑理由書度表示，佢話如果喺汽油彈判案前得悉二人咧，得悉呢兩個人喺之前一日已經錯完呢個妨礙司法公正嘅72港人案咧，佢咧就會將汽油彈案嘅刑期進一步下調至21個月，就達到兩案共判31個月嘅刑期。嗱、啊，你睇到呢一度。就法官我就覺得好荒謬啦，好難做啦。佢唔知道原來十二港人案咧，即係妨礙司法公正嗰度咧，之前佢哋已經錯完啦。佢話如果佢知嘅話咧，佢就唔係判總刑期31個月噶啦，嚇、啊，佢係會判總刑期21個月嘅。咁我哋已經覺得好稀奇啦，即係我哋成日覺得判案咧就係睇屌你個案情嘅嚴重性，你有冇認罪，有冇合作噶嘛 ？OK。但係就係因為有個好奇怪嘅超長期嘅，可能一兩年嘅還押，於是乎咧，佢話如果佢知道咁嘅話咧，佢就唔係考慮個案情喎，係要喂咁冇辦法啦，我要就翻個刑期，因為部分刑期要同時執行啦，我會判輕咗佢。係 OK， 好啦，咁你就已經大家睇個問題明白出自喺邊度啦。以前我哋唔會講呢啲新聞嘅喎，個問題就出自喺嗰個審訊判刑之前嘅還押期啊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又輪到上訴人又唔妥咯喎，喂，唔係喎，如果你話佢判到21個月嘅，啊，咁實際個可以預期嘅效果咧，因為我哋要計曬噶嘛，我哋本身21個月或者30個月都好啦，都係1/3啫嘛，我哋有夠假期噶嘛，嚇、啊，佢話如果咁樣嘅，咁我哋咪好唔抵，因為。扣嗱，你如果判21個月，實質我都係坐21個月嘅，大約1/3到啦。我咪坐大咗，於是乎佢上訴人咧話：，喂，而家再申請總刑期要下到16個月。嗯。咁16個月你諗下啦，咁大約係11、12個月啦，坐。咁啊，加上部分刑期要同期執行啊嘛。咁樣咧，我哋咧就對我哋兩個嘅公道啦。嗯。嗱，而家仲未計咗條數嘅，上訴庭咧話考慮緊法官原意啊。呢樣嗰樣啊，啊咁最後因為佢哋行為良好，因為已經坐咁多啦，法官嘅原意都係同期執行啊嘛，所以而家最後咧就俾佢上訴得直，嚇、啊、就於是乎咧就係、是、總刑期16個月嚟就翻之，因為之前嗰、那個妨礙司法公正案嗱、啊，我都講到咁激，我相信大家明白。我屌你，我睇個文章係咁激，而事實上呢單嘢係好撚激，激係激在。因為已經有一個既定嘅期，佢哋坐撚咗咁撚耐，你要夾硬就啊，咪就到而家16個月嘅總刑期，而本身都係判31個月嘅總刑期，佢應該要剔呢樣嘢嘅。喂，
屌你喂，我唔知啊，而家嘅政府，喂廖子文、鄭子豪係咪啊？冇老師啊，幫我告實佢啦，告實個政府啊！我話要分分錯多咗，你點算啊？佢真係黐撚線嘅。咁而家你去發表係點判啊？咁係咪係咪一定要判？哇！屌你去拋咗四年喎，譬如咁講，喂減有減三分二。屌你乜係咪六年啊？唔緊要，我哋有護身符，涉及國安，唔相信佢三分二唔減嚇，咁、啊、判咗一年啦，究竟應該要即係要考慮判刑，係要考量埋呢啲咁嘅政治因素啊！嗯，真係黐撚咗線㗎！咁你講乜嘢啫？仲啊，好休息休息。